哎，李主任你好。哎，主持人你好。打扰您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我们上虞的滨江城市之星，城市之星是我们上虞未来社区的一个样板间。未来社区、啊？对。那我对这个还真是挺好奇的。好，请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，请。好。主任啊，虽然有这个未来社区的概念啊，但是进来之后看看这些楼群，看看这些建筑，没有觉得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嗯，的确，从外观上是不怎么好体现啊。嗯。但是就拿这个车位来讲，现在大城市关注的是我路上的交通拥堵问题，但是在我们一个区县级的小城市来讲，更关注的是老百姓的另一个痛点。我在小区里面停车难，我们就是推出了一个共享车位这么一个小程序，引导居民把他们的车位共享出来。我理解的就是一个停车位啊，就是把这个资源啊得到一个更好的再分配。对，大家的车位有了一个更好的协同，车位的使用效率更高。然后他们把这个车位共享出去以后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孝德积分。孝德积分？对，孝德积分是我们城市大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本质上它是让我们城市的资源和我们社区的资源更好的协同起来。